让弟弟盖棉被，跟弟弟说晚安。对呀，跟弟弟说晚安。小孩好棒哦。然后呢，你要去哪里？你在找什么？他的衣服啊。哦，我拿他衣服给你。哎咻。你的弟弟好好哦。然后呢？好哦，弟弟的红包，弟弟的红包不是丢下去呢？啊？然后呢？丁和宇，然后呢？啊，妈妈的短头发。小孩躺跟弟弟躺在一起好不好？来躺一起啊，一起睡觉这样，好不好？哦，